好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下我们十度电壁挂的一个能量视频。首先我们还是准备一把萝卜刀，然后我们开箱。开箱之后，首先会看到我们十度电壁挂的一个说明书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货检验报告，确保我们这个货在出去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。然后会看到我们的一个配件区，是我们的一个配件，是用这个塑料的口红网。